是对呀、啊，对啊。没关系啊，它本来就有大有小啊。对呀、啊，你全部一样大才很奇怪，好不好？有大有小。对。细节都不用画，就把轮廓画轮廓画好就好了，线条画好就好了。好，换人。还没画的上场。赶快！你怎么叫人家上场你就跑掉了？他已经画过了。哦，你已经画过了啊。哦。他画过了。上场。上场没关系，他有重叠也没关系，最好有重叠哦。他可以画在他的前面后面，然后画起来重叠，再把它擦掉都可以。可以重叠，它就是一个聚散嘛。可也可以斜的，不一定要正的，你那三角形斜上去也可以啊，斜下来也可以，没有画完就好了。我说后面的它可以画斜的，有点斜度。啊，一个点一个长线，它就可以三角形了，有没有？你画三角形，先一个点，然后后面一条线，它这样接起来就会比较快。有人说那干嘛？这全画好了。老师这样画了。我画好了，再画一次啊。就两个三角形先画起来，才去画别的就会很快。你起啊，后面接着来。回家没空画，在这里画最好。头呢？啊，这。